美味一刻主厨篇 Take One， 这次想教大家一道马赛鱼汤。哇，马赛鱼汤啊，超适合在湖边烹饪的低位的马赛鱼汤。啊，我拜托你，你的主持风格就不能够再浮夸一点吗？还要再浮夸吗？ Take Three， 欢迎大家收看。看，风景秀丽的地方。看，现在收看。看，宇哲。这道菜呢，韭菜花和酱油使用的比例过重，导致口感非常不均衡。50分。这道呢？40分。30分。0分。这道菜色香味全部都没有，看一眼我就完全不想吃。尝尝我做的这道红烧肉。我看你敢说我爸爸的坏话。红烧肉出锅之后呢，15分钟之内口感最佳，现在酱汁都已经有些凝固了，但是伯父的手艺还是能拿到60分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不要赖着不走啊。十全十美才叫完美，缺一分就等于0分。料理的精髓，差了一味就差了108000里。我李宇哲做的料理绝对不会将就，既然要拍，就认认真真一步一步的拍。今天终于让我喊到卡了，收工。